台北市中正区公所财团法人台北市台湾省城隍庙24号在寿林山公所进行城乡交流暨本乡国中小奖助学金颁发活动，乡长王玫瑰、北市中正区长林聪明以及城隍庙董事长詹林权都到场参与，一同参与这场盛会。110年台北市中正区参访寿林乡公所城市交流及财团法人台湾省台北市城隍庙颁发秀林乡各国中、国小优秀清寒奖助学金。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民代表会副主席赖惠美、台北市中正区林聪明、台北市城隍庙詹领全董事、中正区里长林英辉会长王耀树、随行里长、城隍庙董事以及其他区公所同仁们等等，皆同到场参与盛事。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今天对秀林乡公所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非常感谢台北市中正区林聪明以及其他率领的行政团队与公所团队签下中正区与秀林乡非常具有重要历史性的意义合作备忘录。我们的中正区公所，我们要结下另外一个历史性的一刻，我们要签署我们的我们要就是签署缔结所谓的友好城市的一个关系合作的一个备忘录，所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选择了我，我一定会全力来表现得很好，我们全力来一起合作。那我想城乡交流本来就是现在本来就是一个趋势，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自己家里面，看每天看自己，绝对一定是要跟外面来做一个互动，交流、分享、学习，我想这个才是真正对社区也好、对部落也好，有一个发展性，走出国际，让大家看见。做一些农产品的产销，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交流的一个具体行动了，那我们今天来，我们特地带我们各位里长，因为里长他们都会办一些自强活动，我想他们今天先来踏勘，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秀林乡有哪些好玩好吃的东西，等到他们下次要办自强活动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列为首选，可以来参观。另外也特别感谢财团法人台湾省台北市城隍庙来到秀林乡镇颁发优秀学子的奖助学金，因为大家的慷慨解囊，让乡间的偏乡学童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鼓励，进而培育出更多秀林乡优秀的子弟们。和我们区长来到秀林乡做一个社会服务，就是说我们的学校的清寒的学生奖助学金。缔结好友城市备忘录签署活动在台北城隍庙董事詹林权以及秀林乡各国中小学校长的见证之下，台北市中正区长林聪明与秀林乡的王玫瑰正式签署。秀林乡公所期盼透过双方密切的交流与互动，能够促进双方产业合作以及观光旅游的蓬勃发展。记者钟义，秀林报道。